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7月14，诗篇139篇1-20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，我的一举一动，你拢知。对真远，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。三个来祈祷，监察阮、捌阮，阁会看出阮的心思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、掌管世间万物、立你世上万事、听从所有敬畏你、尊你最大的主民的全能、全知、全性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，既然有生命活开的，拢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你、尊重你，也要尊叹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阮一生的年日，拢伫你的手，就是阮未出母胎，你就已经定着阮的一切。主啊，阮受你的拣选，真最尊贵。主啊，你有监察阮、捌阮，阮的一举一动，你拢知。主啊，就是对真远的所在，你嘛会看出阮的心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